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在体育赛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国际间的文化误解和不和谐的言论。近日，成都大运会这场盛大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整个城市齐动员，力求为各国的运动健儿们创造最好的竞赛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想着为国争光，拿到奖牌。 可在这期间，却发生了件荒唐事：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居然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公然指责大运会上的食物难吃、种类少。这波操作直接在社交媒体引战。韩国选手扬言，大运会的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不仅种类少，还做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还说每天的饭菜都是重复的。中国人把饭菜做的如此难吃，不仅是在浪费粮食，还影响了他们的备赛。 这该说韩国选手真性情，还是说他们无知呢？中国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的饮食文化丰富多样且独具特色，各地特色菜肴琳琅满目，难道还不值得韩国选手品尝和尊重吗？这是继冬奥会和残奥会之后，韩国选手第三次被爆出在背后指责中国的食物不好吃，而从最初的愤怒到如今的淡定，中国网友现在看他们就像在看笑话。 韩国选手这波操作却让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看不懂了。其他运动员纷纷称赞这次大运会的食物，他们成有家的感觉，且食物十分多样，经常因为吃什么而犹豫许久。韩国选手可能是觉得这里与他们的国家差别太大了吧，于是就开始诋毁大运会的种种。许多运动员对这次大运会的满意程度有目共睹，而韩国选手挑刺也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的目的。 在几年前的冬奥会，韩国就被爆出偷偷把会场的西瓜都拿走，这件事情还被日本的运动员举报了。还有人爆料说，他们一边说着中国菜很难吃，一边把当天的饭菜全吃光了，似乎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居然还带了十四位厨师到中国，专门为韩国运动员做饭。中国网友看着这些啼笑皆非的事情，表示韩国的泡菜那不过是腌制的大白菜。 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摆在小料区，连正式的饭都算不上。韩国人的格局也就吃那点泡菜了。而且说实话，韩国本土的泡菜味道很单一，但这些菜来到中国，加入了香辣的调料，瞬间就上了一个档次。诋毁中国的饭菜，好像已经成了韩国运动员的一项技能。无论什么赛事，只要来到中国，他们张口就来。不过，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偷偷加餐的事情？ 早已被人抓个现行，并且发到网上公开嘲笑。在他们口中，中国的菜没有什么味道，每种菜吃起来的口感都差不多。但实际上，中国菜有多个菜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大运会这种级别的赛事，中国都会安排顶尖的厨师做出各地的典型美食。目前，除了韩国，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对中国菜赞不绝口。 他们在网上热情的分享着自己对中国菜的看法，并且大力推荐自己国家的朋友来中国游玩。这么多人支持的情况下，韩国那点小心思真的是一眼就能看穿。一直和韩国不对付的日本，可算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他们在本国的媒体上大肆报道韩国的运动员，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又嫌饭难吃又吃的好多。日本网友在评论里讽刺这些小丑行为。 说他们是去比赛还是去当美食评委？而中国网友的议论声四起，他们在网上留言：几百道美食在你们眼中比不上一点泡菜，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天天就只会吃泡菜，眼界和能力一样很低。中国的泡菜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根据地区不同演化出了不同的口味。在三国时期，泡菜这种食物流传进了朝鲜半岛，但那时他们本土还没有辣椒。 辣椒也是几百年前朝鲜半岛才引进的，这样看来，韩国人的辣味腌白菜到现在也仅仅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运会作为世界级的赛事，大多数运动员的关注点还是放在比赛上，他们不仅尊重赛场，也尊重中国。某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网友发布了自己拍到的视频，这些外国友人在中国的景区游玩，和中国的朋友聊天，学中文。 随着中国走向国际，这些场面已经成了一个常态。只有韩国运动员是个例外，他们不仅在对待中国文化上偷偷摸摸、大放厥词，在赛场上也经常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将中国古代传承的文化申遗，在赛场上故意向中国选手下黑手，享受着中国美食却在背后恶意诋毁，这只是他们行为的一个缩影。这不仅影响他们的个人形象，也是在给他们的国家抹黑。 中国的菜品多种多样，可能每个人喜欢不同的味道，但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凭借自己的喜好否定所有中国菜，这种片面的看法和荒唐的行为只会招来他人的嘲讽。尊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同的饮食文化，这是一个基本的礼仪。要我说，如果真的很想吃泡菜，韩国的运动员不妨尝尝不同地区做出的泡菜，不重样的美味绝不是辣白菜能比的。 中国也非常尊重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想吃泡菜这种事情可以直接提出来，但是在背后说到就不太好了吧？韩国人的种种行为让我们无法再坐视不理了。前几天大运会开幕仪式上，四川的观众也给他们上了一课。当韩国队出场时，全场鸦雀无声，无一人为他们鼓掌。 大家对韩国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自然也不会真心的为他们鼓掌。大运会现场的观众也被网友们称为“当代川军”，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好样的”。无声的抗议也让韩国的运动员着实尴尬了一会。韩国人体育不咋地，可却对体育荣誉极度渴望。韩国在体育上的种种龌龊手段令人作呕，堪称世界之恶。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从舞弊到暗示裁判。 无一不在其手段范围之内。一九八八年的韩国奥运会被称为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在拳击比赛中，美国选手琼斯一共击中对手八十六次，朴熙红只击中了三十二次。比赛结果不言而喻。正当琼斯正在高高兴兴庆祝时，裁判却直接宣布朴熙红赢。从这以后，琼斯也不再参加奥运会。韩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娱乐和娱乐活动上。 缺乏对体育事业的认真态度。总结而言，韩国缺乏体育精神，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只能是注定的结局。他们应该反省自己，并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他们的体育精神，才能改变现状，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真正的成功。这次在大运会上挑刺闹事的国家不少，首先是日本媒体质疑参加大运会运动员的大学生身份，特别是韩旭。 而韩旭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两千零一十九级学生，这个大学生身份是正二八经可以接受监督的。为何日本媒体质疑？不外乎是一点：韩旭带领女篮取得了优异的赛事成绩；再就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只有我国、韩国和美国三队选手参赛，这意味着即使排名垫底也能获得铜牌。 然而，美国选手却选择了半途而废，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选择了退出比赛，而理由竟然是运动员认为裁判的判决不公平。媒体报道以后，立刻就引来了许多国人对中国教练的诽谤和攻击。具体是不是裁判判决不公，不做评判。那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遭遇不公平判决，国人在干嘛？再说了，美国队觉得判决不公平，也可以申诉。 日本亚运会日本裁判因偏向本国选手就被取消裁判资格了。日前，成都举办了世界大运会，全市上下都为参赛选手提供了最佳的竞技条件。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大熊猫的身影；而在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成都市民们纷纷向社区派发音译中宣传册，以一种比夏日炎炎还要澎湃的热情，以一种欢快的姿态欢迎外国朋友们。 但是在每一次国际性的运动盛会上，都会有一群爱凑热闹的邻里，以种种稀奇古怪的原因为自己争得了花边新闻。举例来说，东京奥运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开幕式上的失误、金牌上的油漆脱落、游泳池里的水被污染、运动员呕吐不止、奥运村的住宿条件恶劣、裁判的不公正判决等等。而一位巴西运动员分享了他们团队在大运村一天的日常。 可以看得出，所有的队员都非常的喜欢在中国的这段经历。有干净舒适的宿舍、高标准的训练场所、丰富美味的食物及多姿多彩的娱乐项目，这些都让运动员感觉是来旅行而不是来比赛的。这个视频也引发了众多外国网友的围观，不少人表示相当羡慕，恨不得自己也是运动员。也有网友表示，巴西运动员展示的中国跟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不一样。 他让更多的西方人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当然，有意思的是，有网友提到他在其他视频看到有韩国运动员抱怨大运村缺乏食物，宿舍也不干净。这种做法果然很韩国，一边抱怨中国食物差，一边往宿舍搬西瓜。看来韩国在污蔑中国这件事情上完全是不遗余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外国网友是如何评论的吧。这些评论给予了中国赞美之词。 而且点赞的数量也很高，有网友表示，中国非常友好又安全，是个和平国家，希望有一天可以去中国。而有的网友表示，自己已经去过中国六次。可以这么说，来中国的外国运动员都是移动的自媒体，通过自己的方式正面宣传中国的发展，打击西方抹黑中国的舆论手段，用魔法战胜魔法。韩国总是对中国有很大的偏见，从来没见过他们说中国一句好话。 上次冬运会也是韩国人在抱怨，此次大运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在称赞，韩国人又在抱怨，在抹黑中国这方面，韩国网友和西方媒体不相上下。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正面过，导致国外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普遍负面，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也是举办国际运动会的意义之一。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外国民众发现。 西方媒体一直都在欺骗他们。大运会已经开始了几天，各种比赛进行的如火如荼。在韩国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外，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比赛。预祝每一位选手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